紫薯去皮切片蒸熟，紫薯有点干，沾了一点水压成紫薯泥。紫薯泥、面粉、酵母合成面团，盖湿布放温暖煮发酵。面粉、酵母和牛奶合成白面团，盖湿布放温暖煮发酵。发酵两倍大的面团取出按揉排气，紫薯面团擀成长方形薄片，白面团擀成长方形薄片。白面片放在紫薯面片上面，卷起，切成小块，放到蒸笼里糖发20分钟，上气后蒸15分钟，关火虚蒸5分钟开盖。一朵漂亮的玫瑰花，双色紫色馒头，颜色就美美哒。